医生，你放心啦，查理竟然答应会帮助咱病医渡过难关，我就相信一定会当做到。 是哦，我想讲恁两个人徛伫遮是第一反应我咧。不要紧啦，维迪我即马是病医上大股东，不管你是不是有认同，我拢是病医新的负责人。明仔载开始，我就会接手病医所有业务啊。你可莫讲卖嗲迷茫啊啦，我一定甲其他股东拢参详好势，会甲咱手头的股份拢买落来。 你还阁无一定会赢，你敢有资金投买啊？恁寡个所有产业拢伫我的手头呢，也是你要摕恁爸福利的计算来买，也是你要拜托红家的人来甲你斗相共。啊，是讲数量遐尔大，我相信叶瑶袂甲你斗相共的。这毋免你管，反正等下人到位，资金就到位啊，莫伫遮啰嗦。 喂，老公，你到倒位啊？那恁说话侪时间？三工？看来是我赢。好，你先试看麦，我先处理这边的代志。拜拜。院长，查理妈妈冻结公司的资金，无法回叮当。 所以可能阁需要一段时间来调资金。我听讲明仔载新乐也着要开记者会啊，准备就职。啊，代表病院出面的人应该就是我。无可能。那也无可能。我即马是病院上大股东诶，我讲会准守。对啊，啊无你顺续替我宣传明仔载记者会诶代志好啊。你安怎？ 你若是有意见，你就甲我叫落来啊！哦，对啦，上紧爱三天了后对无？咱是不是会当延后新娘仔就职的时间？无可能，三天了后资金是不是够位，还讲唔知咧。我哪有可能都接手着做出损害病医的个代志去宣传你啊？ 安尼，就让我来宣传小轩，你应该无意见。伊顿，你哪来？我来替你站声的啦。嗨，我看伊个性敢那真着急，那呢我嘛毋免开时间自我介绍。 啊，既然即马我已经出现啊，你就当离开啊。因为即马这间病院上大的股东，虽然讲毋是小轩，但是嘛毋是你 ，It's me。你伫讲啥？会当用钱解决的问题，就毋是问题。我已经用双倍计数，甲其他的股份拢买落来。伊顿。 你真正有上倍的计数，把其他股份拢买落来，真歹势。结果也是变成领导的大股东。啊，应该离开的人都要离开啊，无那是等人来请的时阵，就真歹看。